都不会忘记那年我们不碰面的相遇。他最近呢和 Kelvin 就散了，你就不出了一个无君临的人。你会怕我啊，陆子谦？怕你啊？我都未怕过。不知道由哪一天开始，我就同一个陌生人隔着本书来聊天，但是这样面对面不是更好吗？